平等机会委员会现正检讨歧视条例，并就此咨询公众，务求使条例与时并进，保障更全面。我哋诚意邀请市民提出意见，咨询期至10月7日。市民可以在平机会网页下载咨询文件，或到民政事务总署及平机会办事处索取文件参阅。欢迎你提出意见，一起推广平等机会。